说。好，谢谢那个宝山部落。好，然后反正就是每日一字又来了。我们上一次教的单字是什么？还会念吗？上一次就是五分钟之前。对，就是，哎，你好，伊那法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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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另外一个念法是伊那法言，伊那法言。伊那巴呀，伊那巴呀。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教的是，就日常用语，谢谢。那谢谢也是有不同说法。我们先教第一种。第一种南方语系是马阿兰，是马阿兰。再一次，是马阿兰，是马阿兰。就是那个中间那大概第三个音节，那个音比较难发，就是 NGA 是啊。大概是弄的上颚的部位在发音，嗯啊，对，嗯啊，是吗？啊，是吗？啊，对。然后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比较简单，就是拉 you one， 拉 you one， 拉 you one， 拉 you one。好，会了吗？会了。好，来第一个讲法来念一次。来第二个讲法啊，对，好，那我对，就是哎，你们刚好听到那个吗？宝山部落有唱那个版图歌，对，就是版图歌，解释一下，版图歌，他就是在讲说十个部落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十个部落，你们不觉得，你们刚刚没有注意听，我要生气喽，他就是十个部落都有讲到。那就是因为那个剑河部落在准备嘛，所以我们来唱，我们不会教你们唱啊，因为太长了。我来唱，五六七唱，木拉乌伊马勒的吉巴布鲁，木拉呀伊达那达那木里巴里巴，阿里拜达马拉嘎里嘎布，苏里木伊。阿姆阿弥比那斯基布尤玛摩多巴迪巴迪亚南布莱甘达比努尤玛亚。这首歌它是在讲就是贝安族的十个部落这样子，对，然后好，那我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可是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可是这笑话有一点小颜色呢，你们小朋友要不要先去旁边玩？就是真的可以讲吗？我要讲喽，就是古地在我们卑南族是就是女生的私处，那就是在中文它的意思就是有三古地形嘛，就是简称古地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上国小还国中吧，我就在看那个地理课本，然后他就在介绍那个东非大地堑，因为东非大地堑不是因为那个板块的关系，它一直正在扩大吗？然后那个标题就写正在扩大的古地，我就很买辣，就是不好意思。对，好了，好了吗？看了吗？还没，再一次，再等他一次。再一次吗？再一次。哦，再讲，哎，有没有新的朋友？就是好，就弄这个空档时间来讲一次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我们是卑南族跨部落青年团队，就是跨部落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已经办了八届的东西，就像奥运一样，每年也没有每年奥运，就是每年都会办，然后不同部落在主办。今年是有南王部落普尤玛部落在主办，然后这个跨部落这个营队的那个主要宗旨就是在联系彼此的关系跟学习不同部落的文化跟内涵，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会来呢？因为我们今年我要解释吗？对，我们要由我们的那个营长来解释。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会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是我们在筹备这个活动的时候啊，
我们前面都想得非常好，觉得哇，这个活动一定会办得非常好，一定会很多人来参加。没想到三个礼拜后，哎，怎么办？没钱哎，是资金不够，资金不够。于是我们就大批人，我们就到处，也不是说到处啦，我们就是到特定几个很多人的地方，我们就去募款。虽然每次募款数量不多啦，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就是你们的心意，我们都收下了，然后我们也将会用。我会办得更好，更回馈你们，更厉害，办得更厉害。对对，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很感动的话，小朋友或是国父都可以舍弃到这边来，可以吗？可以哈，好，那就好。好，大家好，我们接下来换到的是我们剑河部落的表演。那募款呢，就是要投钱，你们应该知道的啊，不然我们就白来了哦。好了好了，那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自创曲，叫做哎，我是小白干乐团哦。部落啊，好，我们成军已经有四年了哈，那也常常在铁花村表演。那这几天呢，他们部落都有活动，然后也有跨部落这个活动，啊，我们也都有参加。那今年有这个募款的活动，我们也会来帮忙。那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也马上，这首歌是我姑姑叫洪庭兰，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卑南族语老师。他帮我们作词，这首歌叫《马伊那样》，叫做《马伊那样》。这个意思就是，这首歌的里面的意思是，就是一个少年在部落里面接受训练，然后茁壮成人，成人啊，就长大了。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谢谢。
safagan mutumai nai kadu kui kasafagan后面练了一下，哦，谢谢，哦，我正在感谢，你要很哭，耶，好的，那，耶，站站站站，耶耶，一二，一二，这边，一。说我推眼镜会比较帅，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来。